的中國, 有一段糊裡糊塗的歷史。 懂得苦中作樂的, 正是這班古靈精怪的人物。 而生殺大權, 全部操縱在一個光頭督官手上。 你個媽! 你放開! 大軍閥, 亞洲影展得獎之作。 我告訴你,三日之內再不下雨,我在淺佛山用大炮焚你的爛攤下來。我口嘴不絕啊。李漢祥導演經典名作,場面浩大,集合一級紅星,許冠文,胡錦,中華,迪蘭,何麗麗,各懷鬼胎,鬥過你死我活。 誰才是真正的贏家?這個人,一世人糊裡糊塗,無惡不作,殺人不眨眼,作威作福賣骨求榮。有這樣的人?大軍閥,一個最聰明的大笨蛋,萬物錯過。